嗨，你好，我是金宝山。我在《终极三国》里面，2017是饰演蒋干。蒋干他这个角色的个性就是，他有正义感，但是他也有小聪明，但是他又认为他自己很聪明，但其实又是很笨。你们不觉得这跟某个角色很像吗？没错，他就是金宝山。蒋干比金宝山更灵活、更聪明一点，而且呢，他也会去，就是帮助他的对主人很忠心，他的主人就是曹操嘛，然后会帮着主人去完成主人想要完成的事情。会长，小乔。然后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场戏，当然就是我跟文丑还有颜良，就我们其他两个演员，我们扮很美的夏威夷装，我戴那个长头发，哇，我自己看到吓到，实在是太美了。导演跟现场工作人员都觉得我很美，还帮我用那个50颗很慢的让我甩头发，哇塞，简直美呆了！你们一定要期待那一场。是联欢会，问题都结束了，闪人领盒饭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演员啊，我觉得是曹操。曹操他本名叫楚乔，因为我觉得楚乔这个小朋友还蛮认真的，而且他的声音还蛮好听的，因为他本身是学广播，都是字正腔圆，而且他很认真，因为他台词比我们的多很多很多。啊？白色，我当白色，我戴假发，不，这是真发。然后他对我们前辈也都很有礼貌。其实我们终极三国这一次的小朋友其实都还蛮礼貌的，然后企图心也很强，他们一直想把我干掉。但你们觉得呢？蒋干跟金宝山是无法取代的，应该。我觉得这一部最吸引人的还用说吗？大制作，所有场景，所用的包含一些特效，绝对会让人吓死。你们喜欢蒋干吗？你们想看蒋干吗？你们爱看蒋干吗？请锁定2017优酷的《终极三国》。这世界很酷。